黑暗小薇崛起。甜甜圈飞翔。哈哈，你是甜甜圈，你的末日到了，黑暗力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黑暗魔鬼的诅咒吗？好的，巧巧，一个新的镜子应该可以。小薇去哪儿了？她可从来不迟到的。小薇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没看表，老头，别烦我。天天上班真是累呀。面包，给我拿点零食。你竟然……你没听见吗？我想吃零食。这孩子脑子怎么了？小薇，我想这个……等等，他去哪儿了？小薇，你是在擦相框吗？很高兴看到你又……小薇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在你脸上也得画点东西。住手！停下！这样你的老脸就好看多了。老头，还需要最后一笔。来人，救命啊！放开他，小朋友。当有人遇到了困难，他们只需要呼唤我的名字。你快来帮帮我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知道，他被黑暗的力量所控制了。黑暗力量？那我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可以用这个神圣之水化解黑暗的力量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魔鬼怪一扫光。快快远离这个可怜的小牛奶！尝尝我的厉害吧，黑暗的妖怪！没什么滋味，你有没有好喝的饮料？这些老家伙没什么本事。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强大的黑暗力量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退隐江湖多年，如今不得不出手了。求你了，快去对付这个孩子，他是个妖怪。不要害怕，孩子，肉包子的力量可以让这个男孩恢复原形。我就算不恢复原形，也比你长得好看。这个恶魔的力量真的很强大，不过他肯定不敌我的降龙十八碟。一碟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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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碟，一碟包子，一碟包子。我的降龙十八碟，他这样怎么可能打败他？让一让，菜鸟们，你们都太仁慈了。哎呀，喂，你是谁？你问我是谁？我就是集天地之精华，法力无边的伟大的萨满面包奶奶。小心黑暗的精灵，我要把你体内的东西驱赶走。邪恶的灵魂快离去，邪恶的灵魂快离去。天哪，这太难受了。邪恶的灵魂快离去，邪恶的灵魂快离去。节奏不错，老太太。太困难了，不过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哎呀，双倍力量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老铁，努力跟上我呀！好了，我们加快速度。什么？不，我的背受伤了。你没事吧？挺好玩的，你怎么停了？没意思。来呀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太邪恶了，他很享受别人的痛苦。他很强大，太强大了。我们必须集合我们的力量。以天地的名义，内心的力量，还有萨满的法力。现在我们合体，集中火力，合体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快点离开这个孩子，邪恶的灵魂。我回来了。这里好亮啊。面包师傅，这里到底怎么了？这些老年顾客怎么都躺在地上了？悄悄，小薇中邪了。又来。这个孩子真难闻。好恶心，你们看不出来他酸了吗？好了，他现在装满新鲜牛奶了，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了。但是巧巧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昨天全城停电了。小薇的屋里应该是非常冷，如果没电了，他体内的牛奶就变质了。早上好，现在几点了？小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很好，谢谢你先生。你怎么样？欢迎光临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快回来，你掉东西了。好奇怪呀。